他们看着还挺亲热的。请请请，他的东西啊本来就不多，都是些小东西，这大件东西啊都是我的。待会儿搬家公司来了，您注意点，别搬错东西。哎，好的，你随便看，我到里面检查一下啊。 这是您的房卡，电梯往那边。你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？你好，我想请您帮我查一下这张房卡的房间号是多少。这张卡是您的吗？嗯，你先帮我查吧。对不起，您必须告诉我您朋友的姓名，那么我们核对无误了才可以。这个是我朋友的。啊，你的朋友的名字是？ 林志军，双木林，志气的志，千钧一发的军。好。他的身份证号码是？他是外国人。那护照号码呢？护照号，我不知道。实在对不起，我们有规定。是这样的，小姐，我麻烦您帮我一下忙吧。这个人呢，他是我的未婚夫。 你知道前段时间马来西亚的船难吧？他可能就在这条船上，所以现在这张房卡是我唯一的线索了。如果我能进去的话，我可能还有一丝希望。你帮帮我吧。哦，小姐你好，我是这个前台领班，请问您是他的？我是他未婚妻。哦，请问您知道开房的人叫什么吗？林志军。啊，对不起，不对。这个开房的人不是您说的林先生。抱歉，我们只能先把这张房卡收了。哎，你别，你等我一下，我还有一个东西。啊，这个您看一下，是不是这个公司开的？谢谢。 是的，不过，那个因为出于安全的考虑，我们不能直接告诉您房间号码，建议您还是跟他本人直接联系。不好意思，这是您的房卡，请您说。你好。你好。
不好意思，小姐。啊，请您先刷房卡，然后再按您要去的楼层。哦，对。请问小姐，您是要去10层吗？我忘了。哦，这样。那我能看一下您的房卡吗？啊，不用了，我再找找吧，我有点事，我先走了。小姐，站住，小姐！你搬那么多医学书回来干嘛？要是志军突然回来了呢？对了，哥呀，把你安卓手机充电器给我用一下。要我手机充电器干嘛？你自己不是有吗？这个，我在林志军的宿舍找到的，我想看一下它里面有什么。你等一下。嗯。有密码啊！哎，你知道吗？把手机拿出来。干什么？我这买东西没钱了，发个红包呗。多少钱？我转给你。拿过来嘛。嘿，你还有密码呢？你罚我呢？谁放谁？你手机没有密码？密码多少？不告诉你。你说不说？4个9，这么傻？嗯，好了，我已经给你改好了。啊？改成什么？我生日啊。我忘了怎么办？你说什么？你忘了我生日？林志军，你忘了我生日？不对。这是林志军的手机吗？这不是他手机，他手机我认得。看着还挺亲热的，安娜，等等我，走那么快干嘛呀？你干嘛去啊？你是不是除了那个手机之外，还找到其他别的线索了？是不是？酒店房卡。这是林志军的吗？我在那个手机盒里找到的。林志军他不有地儿住吗？为什么要住酒店？我现在脑子里有太多的为什么。手机里面的照片，照片里面那个女孩，再加上这张房卡，我觉得他有好多的秘密瞒着我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拿着这张房卡去找线索啊？我已经去过了，有什么发现吗？一张房卡，那么大一家酒店，那么多房间，我根本不知道是哪一间。也是啊。哎，咱们可以拿着这个房卡去那个酒店挨个试，肯定可以找到那个房间。挨个试？对啊，这个办法虽然是笨了点，但是肯定可以找到那个房间的，信我。哎，行吧。